我们离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 修加利会砍下你们的头，全部的人。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不能使用这个。 我离得太远了，就是被他所选中的对象。他呼唤着你，他认识你。生具肉体，血肉，有血，进化，太远了，会不朽。你们只是把健康过滤掉而已。太远了，道格拉不高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 太远了！我留的，瑟拉里恩，解决掉他们！瑟拉里恩，听从主人的命令，杀光他们！啊，主人显然是在跟你说话，瓦利欧娜。 我根本没空攻击任何人。这个废物瑟拉里恩！啊！你竟敢说我是废物，你马上会知道为什么母亲最喜欢我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 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让我们看看你的脸，一切都将臣服在他的力量下。太远了，欢迎凡人们，脆弱的孩子们，很少有人亲眼见过圣所的内，他们玩火自焚。 受学者都是在这里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永劫不复，兄弟们，目光在这里，在蛊惑到你的，留下你们的血肉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拥抱我们的新血脉，烧死阴司压死们。 必须用你们的心力量，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，烧死阴司压死们！来到这，现在见证真正的力量，见证你的灭亡。我要寻找的目标。
蠢的凡人，篡位者的孩子们，你所做的都没办法。是机神的后代，我正在说话。说了说了说了，主人要杀人，一切都归于混沌，一切都会毁灭。混沌，混沌！你们今天做的一切，改变不了什么。混沌，混沌，一切都会终结。没有凡人能借你所见还活下来。迎接你的死亡。够了，血肉都在他抑制下去了。混沌来自他的王国，无尽的苦痛。是，如他所言。熊，我活的，命运已经来临。熊女，很高傲，有血他才说话。我让他思绪纠结。为了他的荣耀，我们侍奉主人，不想让他们接近他。烛光褪去，暮光之影降临。来吧，狂乱！来吧，浩劫！来吧，无尽的夜晚！我们把这神圣的使命交给邱佳丽，真是个大错误。我会自己收拾你们这些入侵者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我不耐烦了。看到在你们旁边的这个巢穴了吗？里面的火花是我孕育的，但那个生命能量永远都是属于我的。看清楚了，这种超出你理解能力的力量。你们在这黑暗之地并不孤独。席恩·瑟拉，你的主人欠我的可多了，我打算让他用他配偶的皮来抵债。你越来越虚弱了，席恩·瑟拉，接受你失败的命运吧。你以为这样就占了上风？愚蠢！你越来越虚弱了，席恩·瑟拉，接受你失败的命运吧。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太远了，够了！我要寻找的目标，使用这个力量泉源，将让我们的计划延迟几月。你应该为让我消耗这个力量而感到光荣。现在，死吧！火已经快熄灭了，勇士们，拿着这个，我剩余的力量，从我倒下的地方站起，为你报。死亡之翼，我失败了，孩子们都没了。